啊，那过来来看，为着要让住伫咧永丰社区的居民生活较丰富精彩，社区是安排真侪多元的课程，让大家报名参加，动态、静态拢有。其中哦，讲这个歌唱的技巧班，邀请到老师徐敏良来教大家唱歌的各项技巧。因为这个唱歌不但会当纾解压力，对居民来讲嘛是真好联系感情的方式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，哦，是这样子诠释的方式啊、哦。那一般的歌曲，它下歌的时候会是慢的。复兴永丰社区特别开班歌唱技巧班，深受到时代甲乡亲的喜爱。歌唱班校员自国小学生到七十几岁长辈拢有。导师徐敏良为每一位校员调整适合的教学方式。参加社区歌唱班，唔来当提升唱歌的技巧，可以当交朋友，大家做伙学习求进步。当然，在这边啊，我们教学的第一期啊，有三个月的时间呢，那大家呢也都有一个很长足的进步哦、啊。那么，甚至这一次呢啊，我们的学员参加我们福星 K 歌王的比赛啊，在对唱组呢也荣获了第一名。哦，这是非常值得恭喜的一件事。那么在这边也希望我们社区的好朋友们啊，也都可以来多多参与，因为唱歌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体内运动啊。唱歌可以让你体内所有的五脏六腑呢都可以动起来。我们办这个歌唱班哦，觉得那个成果不错了哈。啊，这次那个蒋乡长举办那个歌唱比赛哈。啊，难得诶，拿得第一名啦、啊、哈！啊，大家都觉得说很开心啦、啊，啊，也感谢乡长这么用心来给这些长辈能有一个唱歌娱乐的时间啦、啊，啊，谢谢乡长！啊，我们这次得第一名，就是大家很高兴哈、啊。大家透过课程培养歌唱能力，会着迈过唱歌的感觉，就好亲像歌星同款。顶很自信，也来培养唱歌的实力。中华新闻林桂英，好兴彩虹报道。